主料，南瓜200克，辅料糯米粉2勺，牛奶100毫升，黑芝麻2勺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准备南瓜一只，先将南瓜去瓤，一切块放容器内蒸熟，取出捣碎成南瓜泥。为了让它更顺滑，没有大的颗粒，最好放在搅拌机里搅一下。二，糯米粉先用凉水调匀备用。三，沸锅水煮开，加入南瓜泥搅拌匀，然后再把调好的糯米粉慢慢倒进锅里。搅拌的过程应该向同一方向不停的搅动，以防糊底。煮开加牛奶黑芝麻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加入调好的糯米粉，使用小火慢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